看这有个什么东西。啥呀？过来看看，过来看。什么？看看这儿，低头。开始。这什么鬼？这是什么鬼？你别笑啊，作业转移了原因吗？开始。嗯，你就上去啊。真的假的？我天哪。你们觉得哪个腿好看？一、二、四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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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你别笑。作业转移了原因吗？快走，你们快点，快走啊！快点，路什么路？快走！那你怎么办？不要管我，走。那我们走了。有人。好吃吗？打呼，打呼，打呼！哭！哭哟，快哭！好不给！哭哭呗！嗯！哎呦喂！条！我先放一下，有人。我们讲到天的主要属性。太阳月亮怎么呢？东升西落，没有变化，而且国人认为时间。苍天呐、啊，今天五二零赐我一个漂亮的女朋友。哈！妈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啥呀？我给你擦擦。不用你擦。你干啥呀？这霞姐刚来你就这样弄人家，你是不是磨的谁弄谁呀？天到晚上，还有病，真是。老板，来份盖浇饭，打包还是带走？啊，打包还是带走？啊，打包还是带走啊？我就在这儿吃不行吗？来，同学，跟我说十遍有，有，有，十遍，十，有有有有有有，停，有有有，你和猪有区别吗？有什么？他是人，我是猪。对了，我操！别！我来看一下动物，动物，动物光带啊。这你别笑。作业转移了原因吗？彤彤，来，你说哈，一斤棉花重还是一斤铁重？一样重呗，这问题小学都学过，你上学学啥了你？我感觉怎么是一斤铁重呢？一样重的。试试啊，试试，试试。哎呀，疼不疼？疼，不不
疼，还行，晕。试试这个。哎哎，背背背，铁重，铁重，铁不一样重，一样重。铁重，铁重，松开，铁重，铁重。小雨，我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你陪在我身边？是啊。那我难过的时候是不是你陪在我身边？是啊。我离家出走的时候是不是你陪在我身边？是啊。那我失恋的时候是不是你也陪在我身边？是啊。那你说你是不是我的扫把星？我真的很搞不懂，我怎么一直找不到女朋友啊？我又长得不难看，我一个月收入2000块钱，我怎么就没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到底有没有人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李琦同学，你为什么把头发剪了？你觉得你剪了头发能遮住你的发际线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剪头发吗？啊，因为你喜欢长发的女孩。啊啊，把头发留回来。好，我就吃鸡刷抖音，我就晚上通宵不回家，你就给我搁家洗衣服带孩子，因为这个家我说了算。什么情况？等会儿他回家我就跟他这么说，我先拖地。石头剪刀布，好，你上去。不好意思，哎哎，晚了，来晚了，来晚了，都吃完了。服务员，哎，别，我随便吃，不是，我随便接着。胖子，不要点菜了，不要点。我们也是刚到，这是上一桌剩下来的，服务员还没来得及收呢。他说他睡觉从来不打呼噜，我让你们看一下他打呼噜声音多大。Hey bro, can I see some for you? Yeah, sure. Squash it, it's ma. Oh, underwater squash.你别笑啊，作业转眼的原因吗？告诉你们什么是一张脸拯救一个人，这是我的腿，这是我的手，这是我的脸。跟我说这个楼3月份就要完工，现在都5月份了，这么小的一个工程你们什么效率啊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们会尽快。我早知道不来你们这个应聘保安了，害得我2个月没找工作。这你别笑，作业转眼的原因吗？跟朋友打电话。真的假的，我的妈呀。跟男朋友打电话。真的吗？好笑哦。小哥哥，我今天心情不太好，你能不能安慰安慰我？想怎么安慰你啊？你说你喜欢我，然后让我拒绝你一下。喜欢你。那我们在一起吧。告辞。媳妇儿，你知道现在最流行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啥意思吗？我知道呀，就是。小明每天上学都要翻过5座山，每天放学都要经过1、2、3、4、5座山。然后有一天他放学实在是太累了，走不动了，他就直接这样回家了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啊！